集体出现。大家一起喊好，好好好，大家一起喊好，好赞，好不好？好，别赞，别赞，一种赞。这个下午在南山里面看到台北电影，看到象山。九份走一走，今天我们就安排了九份会议名称的这个 office， 让总统来九份一下。我们也看到说整个台湾数位经济产业的发展，其实这是我很感动的点，是说虽然它是我的工作之一，可是我们真的在做事情，甚至也很感谢职任团队的帮忙，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资源，然后帮助这些企业走向国际。确实是。那对台湾人来讲，为什么台湾人用这么 Facebook？其实真的跟社会跟世界连接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因为会达到最大的效果。专业的这个灯光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这些设计其实也都是打好位置，虽然那边会有阴影。重要，然后这边也都是给员工可以尽情享用。哦，所以自己在里面唱。加油，投资越大越好，越多人在这里上班越好。